强大了，人民富强了，我们才能过上更好的生活。我们讴歌的是我们的这个时代，我们的国家，我们要歌颂我们的祖国，我们的人民啊，然后把这种力量能够通过一个表演的方式传递给广大观众，增强我们全国人民的这个凝聚力。祖国对我们来说，无论你是在异国求学或者是在异地工作，就你永远就第一反应就会想到啊，我和我的祖国就永远在一起。你自己在失落的时候，你会觉得自己特别庆幸有那么一大股力量在你身后。祝我们伟大的祖国永远繁荣昌盛。